欢迎来到知大宝的吃鸡小课堂，今天教你们三个无敌狗分点。海岛地图有两个，沙漠地图有一个。要是你到了这些个地方，敌人除了是神仙，不然根本别想找到你。首先是海岛地图的沼泽地，正常我们是无法在水上趴下的，但是这里有个地方我们可以趴到水里去，就在这个位置。我们以这个石头为参照物，今天要说的地点就是在石头边上的这个树干。地图上沼泽地的位置就在锥阵的左下方，我们的具体位置就在现在这里，方便你们找到。直接在水上点击趴下，会显示卧倒锁定，我们需要到岸上趴下，接着往前爬顶到这个树干的位置，接着一直往左移动就可以了。最后到达这个位置，我们就成功到达水下了。其实原理很简单，就是利用树来阻止我们站起。你看这里草丛茂密，敌人根本无法发现我们，想要出来的话直接后退就能起身了。决赛圈要刷新在这里，保证敌人想破头也不知道你在这儿。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歪船的狗分点，要是一落地敌人太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来到这里先躲起来，位置在歪船的左侧部分，大家可以参照地图。我们找到像这样两个连接在一起的蓝房，下一步只需要到这中间这一块，从围墙翻越过去就可以了。在这里一蹲，只要不发出脚步，保证没人能发现得了你，你就只需要在这里听听音乐，刷刷视频，然后等敌人走光了再出来就行了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沙漠地图的狗分点，我们在沙漠地图里找到像这样的小楼，接着利用载具从边上的房子翻上去，然后直接对着这栋楼的屋顶跳过去，找到这个位置人就可以直接钻进去了，再一直爬到最里面。在这里不仅能狗分，狙击敌人也是个很不错的位置。其实从这栋房子的门也是可以直接爬到屋顶的，不过我们从另一个房子上来也是出于安全考虑。如果是决赛圈刷新在这里的话，建议你们上来之后可以把门和车一起打包，以免敌人用同样的方法上来从而偷袭你。那么今天的吃鸡小课堂就先到这里了，我是鸡大宝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